我现在来逛 Rossmann， 因为今天 Rossmann 就是一样，就是有降税的优惠，降 3%， 所以到处都可以看到有那个牌子，就是说有 3% 的优惠，所以所有的东西就是会再减 3% 的价格。好，来看一下，他们有很多必有的东西，就是有机的。然后这一排有很多那种什么椰子油啊，还是一些意大利面的酱，跟米也有。然后还有这种罐头的汤。居然有那个哎，地瓜浓汤，也太妙了吧！这个是爆米花，发现这里有一整排的豆制品的饮品，然后他们有分什么？他们有素食的，然后没有含乳糖的，有些乳糖不适症的人就可以喝。这算米浆吗？米浆应该是花生做的吧。很想要喝米浆，可是这边好像很难找。这边没有在喝米浆，可是有豆浆，在这里，而且价格超便宜的哦。也有比较贵的品牌，买个燕麦奶好了。想说燕麦奶可以拿来配咖啡，买看看这一款好不好喝。然后这里也有卖那个眼镜跟隐形眼镜，所以其实在德国买隐形眼镜不会说非常的严格，直接来药妆店都可以买了。隐形眼镜药水也都还蛮便宜的。然后像 DM 或是 Rossmann 他们都有很多自己的自有品牌，像什么维他命啊，或者是吃的东西，像这里就有很多那个果干，他们也有自己的品牌。这一区是那个维他命，像这个 Arta Pharma 就是他们自己的品牌。巧克力也有自己的品牌，像这就是他们自己的品牌，都蛮好吃的，又很便宜。这个韩露塔蜂蜜好像很有名哎，但是都超贵的。然后这个也是他们的，这些就是一些厕所的东西。这个牌子是他们的。对，然后还有宠物用品也有他们自己的。所以就是在德国的不管是药妆店还是超市，他们都会出自己的品牌，然后品质都还不错，又很便宜。然后他们这里都可以，就是好像印照片吧。我觉得很妙是他们自己都会卖那个香水，可能就是比较旧款的或是比较廉价的那一种。他们居然也有出香水，第一次看到。再来这边就是一整排的那个化妆品跟保养品开价的。然后
Brosman 的开价的化妆品很常会打八折。这一区也是很常打折。你看他们自己的东西，伊莎娜是他们的品牌，也都超便宜。看这个价格，根本连台币100块都不到。然后这个 Essence 好像是台湾现在已经有了。然后他们这里都会出那种就是小包装旅行组的，所以要去旅行的时候非常方便，我都会来买这一种。可是当然它价格会比大瓶的贵一点点。像妮维雅也有这种小包装的75 cent， 超可爱。然后这是洗发头发的发品，你看又是伊莎娜他们自己的，超级便宜。这里是牙膏，然后还有那个沐浴乳，看一下他们沐浴乳有多便宜，这个只要55 cent， 而且口味很多，也有79 cent。JM 的自有品牌也很多是这种价格。哦，这边有很多小朋友的东西。都很便宜，然后品质又好。这个好像也是他们的，对，如果有这个 Rosman 的标志，有看到这个就是他们的自有品牌。可以来看一下他们的那个防晒乳，我之前觉得超贵的，可是如果是他们自己的品牌的话都蛮便宜的。可是像什么像妮维雅啊，或者是什么卡尼尔之类的比较大牌，这里就比较贵，台湾买好像就比较便宜一点，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涨价。可是如果他们自己的品牌也是便宜到爆。呀，大概应该就是这样吧，大概带大家逛一下，好像我好像比较少带大家来逛 Rosman， 所以就大概看一下，那就先这样子，拜拜。